该如何开口，真是难说人啊。嗯，有人你牛你神经的下面啊，鬼鬼祟祟啊，怕是不是好人，要么多年你不是人啊，赶紧来将伊杀起来，要么赶紧去无听就是。大宅不通啦，为什么？对，这个人我不认，伊是五朝红顶，曾经有混斗山的武林攻心会替苏焕金攻贵位，伊不是歹人咯。无武林中啊，什么时阵举行过攻心会？为什么无人通知我？对哦，迄个时阵你拄好伫石头内底咧最高级天，所以唔知唔知。哈喽，五朝红顶，好久不见啦！我替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阮大超级英雄玩弄虎吉的真机身，九棍大兵，好水了！红盖六贤也如雷贯耳，就问你，你为何在山下徘徊，莫要上山借钱呀？苏焕金啊，应该真欢迎你才对。我只是如今处地而已，前辈请留步。前辈大家留意仙境，我才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在前辈说出来之前，请先回答我这一个问题：若韩武圣剑尚在前辈手中，是否真的替伊以非凡公子交换海上君？是。剑术在吞日后，我之所以赞同换人，意在试探前辈。就是前辈认为一切以大局为重，那么我才会尽全部力量助前辈救出海上君。哎，这种暗谜实在真无聊，公子叫我告诉你，哼，无聊就是无聊。哼，这种夜暗应该是华府乐园良心美景，一家人约会时机。哎呀，吾家娘家好身材，难着腰肌蜕变开。是啥物件？叫我看一下。叫你看是可以，不过是毋是当将我出去透一个空气？规定是袂使离开这间房间，但是我特别允准你。多谢，稍等你。你不讲你怎样使用这面物件，先将你的心思讲出来，讲如详细如好，那你想看什么就什么咯。好好，物件物件，请你倾听万人君的心声吧。暗风习习的吹，家人静静的等。时间是一条长长的河流，将伊心事送到远远的归去了。突然间，一股熟悉感觉，就同伊内心的激动。深夜时分。五朝红顶苏焕金青龙子定一家人，早就守在预定的地点，准备攻上海景道路。海市一度痛快，海面上浮桥出现了。哦，你看哩，跨海大小一发向浮尖不息流，海市一度来人了。我哥，咱要赶紧动身吧。为何要你来？大哥，青龙，你想以前辈杀敌，我必须等一个人需要救救。我被龙棍了！急急救急！苏焕金万分的着急，救命！求令你车急困住阵，我是王忠仁，出兵拦手。我兄弟难有见面，不过我急事，无时间与你恭维。
想你娘这姑妈。五比龙君现身化怒心中。进进进进，白景都振慧精气，做完因弹不及五比龙君，几乎重重苦勇，来杀进白景都了。他小汉武心甘之作苏焕金，乾隆追魔桥红林，联合铁面魔盔救出金之梦，天都插手抢夺心甘，一龙卡心甘，苏苏焕金三郎苏明海景都梦，武吉天主七万仙追关门忠义三郎之间有何牵连呢？心中嫉妒一两手，明在等下，紧张嫌疑，且千万不可错过我们的宝地戏《霹雳红飞龙》第二十四集，有请。海景都。